葵涌和土瓜灣分別發生火警，其中石蔭路火警當中一個女人不舒服送院。消防在石蔭路現場將火救熄之後調查。現場消息說，昨晚九點左右，二樓一個單位著火，十幾人疏散。消防派出一隊煙霧隊開喉灌救，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將火救熄。一個女人懷疑吸入濃煙不舒服送院，起火原因無可疑。另外，土瓜灣下鄉道四十一號門外一堆發泡膠等嘅雜物著火，冒出大量濃煙，樓上住客疏散，消防迅速將火救熄，懷疑係棄置煙頭燒著雜物。